这有一个天然的休息井，可以坐在这里休息一会儿。咱马上快到了，继续赶路。这里还像模像样的弄了一个栏杆，但是看这材料，就地取材。这儿那个被风吹倒的一些枯木做的一个栏杆，前面就是洞口了，是不是很隐蔽？这就是那个入口，哦，里面有那个悠悠的凉风吹出来。咱们往里走，里边有人在拍照，应该是一个摄影师。哦，这里很凉快啊。咱们往下走。下边那个豁然开朗的感觉，哎，好好好，怎么样哈？在这里弄一桌麻将什么的，应该很爽哈，避暑的绝佳之处。这里你看这个范围不错哈，哈哈哈，太爽了！这里当桌子，吃着烧烤。打着麻将，喝着茶，这日子太爽了。咱们继续往里走哈。这块是那种应该是那个泥石流侵蚀，把里面的泥沙冲走了之后形成了一个裂谷。这里算是当地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景点，但大家可以看到。这没有多少那个人工雕琢的痕迹，尽量保持它的原汁原味。其实我对于这个理念的话是比较赞同的，因为自然景观的话，它的独特之处就在它的自然美。如果你人工建筑添加到里面的话，就影响了它这个整体的和谐，是吧？前面一条小狗，咱们继续往前走。咱们走这边了，哈哈，前面好像很窄哈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过。这里分了两条路了，那边可以过去，这里是往回的路，咱们继续往前走。这两边通道是可以通的。但是太窄了，我是过不去的。这里还有滴水，好像过不了。哦，有点窄啊。主要是我背了一个包。哎。这个包会卡住哦，完了，我的背包卡住了。行，可以了。呼，这边有一个小的空洞。呵呵呵，
咱们出来了。到处都是那种天坑，还是比较危险的。哦，所以都用这种树在这横着，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。哦，我们现在在那个大裂谷的顶部，大家看这里堆了很多这种倒塌的树木，乍眼看还以为就自然倒下的，实际上都是人为的。看这里都是用了个电锯把它锯掉了，挡在这里的，这起到一种栏杆的作用。因为那边就是那个天坑的顶端，因为这个杂草丛生嘛，就比较危险，有可能会就掉下去，所以这是一种既不影响这个自然美观，又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的一种方式。所以这一点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咱们应该值得借鉴。OK， 穿过这个天坑的话，这里就修了一条木板路，这不错哈。虽然是小朋友、老人在这里散步。好的，现在我们那个出了一个峡谷，然后也出了这片森林，咱们往那个山顶上面走。哇，这景色太赞了！